摕晶片护照，就会当有150外国家甲地区免签证，或者是落地签证的好康哦。晶片护照有多重防伪设计，安全佮便利。头一间新办护照，一定要本人亲身申请，马英的网络有用新办。卡数护照微信，建议附近的警察分局报案。出国进前爱记检查护照效期，爱超过6个月哦。晶片护照安全佮便利，外交部祝你旅途愉快。详细内容请上网搜寻。